大家好，我是鞍山文旅研习社新媒体小组的王冰，来自玉汤泉旅游度假区。现在正值是疫情防控的特殊时期，家门口泡温泉就成了鞍山老百姓出游的第一选择。那么说到温泉呢，就不得不说一下我们玉汤泉。以国内四大名泉之一汤岗子温泉为核心的玉汤泉旅游度假区，无论是从规模、服务、设施、环境来说，都绝对是好评如潮。那么相信玉汤泉的温泉水一定会为游客们带去温暖。今天就来跟着我的镜头一起来了解一下玉汤泉旅游度假区。玉汤泉旅游度假区是国家4A 级旅游景区，坐落于鞍山市千山区汤岗子温泉胜地。项目整体采用新中式建筑风格，是集水上乐园、温泉洗浴、康养理疗、餐饮住宿、休闲娱乐、温泉别墅于一体的综合型文化旅游度假区。现经营玉汤泉欢乐水世界、玉汤泉旅游度假酒店、玉汤泉国际温泉城。2019年，玉汤泉筹备建设二期项目，以中国风玉龙湖一分田温泉别墅为特色的玉汤泉温泉小镇，进一步丰富了玉汤泉旅游度假区的服务项目。从2016年营业至今，玉汤泉旅游度假区在深受省内外游客广泛好评的同时，也得到了省市各级领导的高度关注与认可，是游客休闲度假、温泉疗养、家庭聚会、公司团建的最佳选择。